Hi, hello everyone. So happy to be here. Okay, this is the Earth Science Part 2. Because we have the problem of the download time. So I have to make all the videos under 1 hour. So I cannot record a video too long time. So I cut the question solving part to the two part. So this video is the part two of the chapter one of the earth science. 同学，大家好。是的，哎，这个是地球科学题目演算的 Part Two。对，所以地球科学有一些题目要做，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来练习题目。那因为这个地球科学，它包含的知识内容很广泛，如果只有上一则影片这么少的题目的话，我觉得实在是，有点太不过瘾了。我觉得这样，好，那我们来看题目，一样哦，我们要把时间控制在1个小时以内。我希望可以让影片 download 的速度快一点，不要出差错。来，我们来先来看精要回顾大检测。来，光走一年的距离称为什么？称为光年。那宇宙绝大部分的物质是什么和什么？是什么和什么？是氢和氦。是氢和氦，经由恒星内部的核融合。核融合反应之后才形成重元素哦。所以第三个，什么东西是由星云、星团、核心系统及星际物质组成，如本银河系？如本银河系是什么东西呢？是星系。那就好像本银河系啊，它的直径约为多少？约为10万光年哦。它的外形成为漩涡状。来，第四个，太阳为恒星内部可行什么反应呢？核融合反应。自行发光发热，则什么东西为表面的低温区？什么东西呢？黑子。我们来看类地行星跟类木行星哦。来，类地行星的表面，它是什么东西组成的？是固体，类地是固体。那相较于类地行星，那类木行星的表面是什么组成的？是气体。因为类地行星的表面是固体组成，所以它的密度是大的，而类木行星的密度是小的。在体积上而言，因为它密度大，固体表面，所以它的体积小。类木行星的体积大，在质量上面，类地行星的质量小，类木行星的质量大。
在与地球的距离来说，类地行星与地球的距离近，类木行星与地球与太阳的距离远。好，地球大气的演化一开始是什么？把它背出来。氢、氦、氨、甲、烷。氢、氦、氨、甲、烷。之后，因为火山爆发之后，就有水汽及二氧化碳和氮。后来，因为海水中的藻类可以行光合作用，于是我们有了氧跟氮。生物登陆的顺序，一开始是什么？是植物，永远都是植物先的，叫做蕨类植物。就是昆虫，昆虫完就是两栖类，两栖类。再后来才是陆地上的脊椎动物哦。来，我们来看第五个历届机测大剖析哦。这个是九年一贯课程里面94年到95年的机测题目，我们来做做看。来，太阳辐射中含有会伤害生物的带电粒子，但我们却可以安然生活在地球上，并可在南北两极区欣赏到美丽的极光。下列何种力量把电粒子引到两极区，并和大气碰撞产生极光？来，带电粒子会受到地球的磁场导引到两极。带电粒子是受到地球两极，地球磁导引到两极。所以在 ABCD 的选项里面 ，A 地球磁场的力量 ，B 地球自转的力量 ，C 地球的引力 ，D 风力。ABCD 里面跟两极的磁场有关的。只有答案 A， 所以答案是 A 哟、哦。美丽的极光是地球磁场的力量。下图为北斗七星在10万年前及10万年后随时间变化的三种不同形状示意图。根据图中所示，甲、乙、丙。三人的叙述何者正确？甲、丙三人的叙述何者正确哦？来甲，他说北斗七星的每一颗星都有自己的运动方向，答对了。北斗七星的每一颗星都有他自己的运动方向，这是可以很简单理解的哦。所以甲是对的。甲是对的，因北斗七星的形状会改变，可为之北斗七星是由一些不同星系中的行星构成。星座中的另一颗恒星彼此间并没有太大的关联性哦。所以这一个。就是有点争议哦，所以这个乙应该不是对的。再来，北斗七星组成的天体都离地球很远，人们很难在短时间内用肉眼看出星座改变的形状，这是对的。所以答案是甲跟丙，所以是 D。来，我们再来做下一题。来，
月球和地球都曾受到小行星的撞击，但现在只有月球表面充满了陨石坑，而地球表面只有少数的陨石坑。下列有关此现象的叙述何者正确？何者正确？我们来看一下哈，地球有大气包围，会产生天气现象，而降雨可冲刷土石，将陨石坑削平。这是对的，地球有大气，大气可以阻止这些陨石过于，可以削弱这些陨石的力量哦。来，构成月球的岩石比地球的岩石坚硬，所以月球表面的陨石坑可以保留下来，可以保留下来。不能这样说，因为月球的岩石不一定会比地球坚硬哦。如果比地球坚硬的话，那陨石坑就不会那么多，也那么明显。来，在月球表面的大气非常稀薄，对小行星撞击的阻挡比较弱。答对了。太阳系中地球的形成最晚，故历经小行星的撞击时段比月球少。不对哦，不对哦，地球的形成没有比较晚哦，地球形成没有比较晚。来，答案是甲跟丙，所以答案应该是 C。答案应该是 C。答案应该是 C 哦，好。再来，阿贵晚上观星哦，看到了月亮旁边伴着火星、牛郎星、织星、织女星遥遥相对，恰巧这个时候有一个流星划过天际，请问下列哪个星体离阿贵最近？太简单了，他在月亮旁边看到火星，看到牛郎星，看到织女星，但是刚好这个时候有一颗流星划过天际。外来星体受到地球引力影响，进入地球大气中摩擦燃烧，形成了流星，所以一定是流星离阿贵比较近啊，所以答案是 D 哦。来，我们再来看第五题。天文学家长期观测天王星的运行，发现其轨道受到干扰，有偏离的现象，故推测天王星有受到某行星的影响。下列何者为天文学家推测所根据的理论？来，它受到某行星影响而有偏离的现象，这是天王星的状况哦。在我们了解天王星轨道偏离的现象的时候，它跟什么有关系？它跟所谓的引力有关系。它跟所谓的引力有关系。星体间的万有引力是其公转轨道的向心力，它是引力而产生的变化。所以 ABCD 里面，浮力原理、帕斯卡原理、质量守恒定律、万有引力定律，答案是 D。 好，我们来看第六题。由于月球缺乏地球表面的大气层和水，因此容易造成下列哪一个事实？下列哪一个事实？ A. 温室效应比地球强。它缺乏大气层和水，怎么会比地球强呢？所以不是哦。流星数目远比地球上所观测得到的多。也不对，因为地球有大气保护，所以这些陨石在进入地球的大气层之后会变成流星，而月球表面的大气层和水很稀薄，所以不一定会看到流星，不一定会看到流星。来 C， 在同样的面积，月表所侦测到的紫外线和宇宙射线量较地球为高。答对了，因为没有大气层和水的保护。来，这个就是对的。月球表面的水循环速率较地球为快，较地球为快。
应该是比地球为慢哦，因为地球上有大气和水的保护，所以这一题应该是错的，所以答案应该是 C。来，我们来看第七题。观测太阳系九大行星，可发现没有岩石外壳、体积庞大、密度均较小的类木行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这些常处于太阳系较外围，造成此类木行星处于较外围的奇特现象，它可能的原因为何？可能为何？来，答案 A、B、C、D 哪一个是对的 ？A， 行星形成前组成的物质较轻，受太阳风吹至外围，这是可能的。再来 ，C， 行星形成后质量较轻的，受到太阳引力较小，移至外围，不是哦。行星形成后质量较轻，它受到太阳引力一定是比较大，会吸引到内。中心点才对，所以 C 不对。行星形成后体积较大的易受陨石撞击移至外围，这个也不对。行星形成后体积较大，怎么会比较容易受到陨石撞击而移到外围？这不太合理。所以 A、B、C、D 应该是 A， 因为行星形成前组织的物质较轻，受到太阳风吹至外围。所以答案是 A。 然后我们来看第八题，光走一年的距离是 9.46 乘以10的12次方公里，天狼星距离地球约 8.7 光年，由此可知从天狼星到地球需要多少时间？来，光一光年为光走一年的距离，所以天狼星到地球需要的时间为光走一年的距离，那 8.7 光年就是光走 8.7 年的距离，所以答案是 A 哦。所以第八题答案是 A。 来，有关恒星的叙述下列何者错误？下列何者错误？来，恒星的主要成分为氢和氦，答对了，主要成分为氢和氦，而且像太阳的内部就有核熔岩反应嘛。来，再来 B， 夜空中闪烁的星星大多数是恒星，因为恒星才会发亮啊，恒星才会发亮。天文学上使用光年来表示恒星发亮程度，不对，光年是指光走一年的距离叫光年，不是发光的程度哦，哈，这个就是错的，所以答案应该是 C。来，恒星所发出的光和热来自内恒星内部的核融合反应，答对了。来，再来第十题。下列下表是阿尔法恒星系中四颗行星的资料，由表中资料判断下列何者正确。我们来看一下甲乙丙丁距离阿尔法的距离哦，依序排列，我们就发现了自转的周期当中，虽然甲在第一个位置，但它自转的周期没有比第二颗行星要来得快，要来得多。那但是在公转周期的部分，只要离恒星阿尔法恒星越远，它公转的周期就越长。我们来看 ABCD 的选项，我们来看 ABCD 的选项。来，距阿尔法恒星越近的行星自转一周所需的时间越长吗？错，像乙就比甲长啊。距阿尔法恒星越近的行星公转一周所需的时间越长，错，与距阿尔法恒星越近的行星公转一周的时间越短才对。
来，距阿尔法恒星越远的行星自转一周所需的时间越长。错，是越近，但是也有例外，像第二颗行星就比第一颗行星自转的周期要来长。那距离阿尔法恒星越远的行星公转一周的时间越长，答对了。由表所知，答案应该为 D。好，我们把这个 chapter 的题目都做完了，大家对这个章节 Earth Science 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概念了呢？是不是觉得天文很有趣？有一点难，但是它在大范围概论上面给大家一个很基本的观念，所以你不用去探究它很细的道理，但是你要把它的雏形跟 approximately 的概要去理解它。那我们要的是你有一个基本的概念跟观念，不是要你去细细的去研究，而是你要对这个地球科学和天文有一个初步的观念跟概念，让你有一个基础在地球科学里面。所以我们来做题目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点点难，但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有趣，这就是天文的魅力。好，这就是这个章节 chapter 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所以我们下一章节再见，继续了解有关于天文方面的知识哦。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很丰富的那个分享。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个地球科学。地球科学很有趣啊，它讲的就是天文啊，讲的就是天文。所以在很多个 subject 里面，地球科学它可以包含了除了地球上面我们所要知道的一些科学知识之外，它还包含了所谓在天文里面我们应该要知道的概念。好，那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